近日，市场上出现部分销售假冒威州花旗参的不法商贩。经证实，他们所销售的花旗参并非生产于威斯康星州。威州花旗参官方组织于去年通过引进指纹图谱科学见证技术，证明两家美国公司所出售的威州参并非生产于威州，并且向这两家公司提出法律诉讼。他们上去年过来的时候，发觉就是在罗散地区，可能只有80几个，差不多90%都不是真正的威州参，所以近期他们再回来就是想检查我们这个LA 这个市场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。威州花旗参农业总会和威州花旗参农户合作社代理销售市面上90%的威州农参，是威州花旗参业界最具权威性和代表性的两个组织。这两个组织的代表通过去年在南加州市场的调研，发现市场上90%包装上只是威州的花旗参，均不是真正的威州参。Thing would be as if you find packaging that does not have a company logo on it or company name. That probably is also a product that may not have Wisconsin ginseng in, or probably doesn't. 花旗参能增强人体免疫能力，舒缓工作和学业等外来压力对人体所造成的伤害。但只有纯正威州花旗参才能使用该会的应记徽章，也只有正品的花旗参才能达到有效的保健作用。不要因为包装写着威州花旗参的字样而买到假冒产品。Asian Media 在圣盖博的采访报道。